飞不仅业务能力强，在穿搭品味上也是十分的精致而又大方的。宋妍飞身穿清新的白色小裙子，搭配上不规则的剪裁，尽显个性与时尚。这类型的小裙子穿搭以一种不规则的剪裁为主，将肩部的直角线条完美的展现出来。这类型的服装一般对于女性的穿搭上都是表达一种较为优雅的风格。精致的印花设计虽然十分的复杂，但由于整体服装的简洁设计，在视觉上还是会显得比较的舒适一些。对于这类帅气的服装穿搭，以黑色的搭配为主，看上去会更加的帅气。黑色的服装穿搭一般都是一种较为帅气而又低调的服装穿搭。宋妍飞身穿宽松的裙子，在内搭的选择上以紧身的服装为主，露出的手臂与裙子部分的设计形成了对比，再加上身高的优势，反而有种大方而又时尚的风格。